英国《镜之间》高度瞩目的是西班牙高铁的脱轨意外造成了80个人死亡、178个人受伤，是40年来最严重的一起意外。而脱轨当时的监视影带曝光，也让事故发生的原因更加明确。列车司机坦承是超速赶时间，而且根据调查，速限应该是80公里，他却飙到了190公里。 惊人的脱轨瞬间被监视器拍个正着，高速行驶的列车脱轨飞出，侧翻在轨道边坡上。慢动作再看一次，列车进入转弯处，第二节车厢突然倾倒，撞击到旁边的隔音墙和电线，冒出火花，后方的车厢通通甩了出去。监视器被撞坏前的最后一刻，只见现场漫起阵阵烟尘。 接下来就是这样，犹如地狱般的事故现场。这是西班牙70年来最严重的火车意外。日本铁路专家指使列车过弯速度太快。 重伤的列车驾驶在医院也坦承超速。 The engineer who's been with the state railway company 30 years, the last 10 of those as a driver, that he sort of had a fondness for speed. 据说西班牙火车超速是常态，出事列车当时速度高达190公里，然而转弯速限只有80公里，明显超速1倍以上。由于当时列车误点5分钟，驾驶因此抢快酿祸。 超速是列车出轨的主要祸首，不过率先脱轨的第二节车厢经过改造，加装了一台柴油发电机，以便在电气化和非电气化两种区间行驶，也成为肇事帮凶。重心が高い車両になった。重心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は転覆し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。 西班牙列车急救章更动设计，车厢平衡力变差，意外自然发生。西班牙全国进入3天国殇期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